新北市五股区的新增里长郑国荣，他特别邀请了辅大医院营养部的郭长盛主任，为社区长者们介绍银发族的营养餐饮。透过这些课程，让社区年长者了解到正确的饮食观念还有方法，进而达到饮食养生。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如何保持身体健康，过着健康快乐的退休生活，是许多人的期望。五股新增里长郑国荣特别邀请辅大医院营养部郭长盛主任为社区长者介绍银发族的营养饮食。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辅仁大学营养部的郭主任来为整个社区的长辈做一个银发族的营养的课程银发族的来讲，就是说必须在饮食上面要顾虑到就是要均衡饮食就是六大类食物都必须要摄取到。那还有就是因为银发族大概都有就是身体有老化的现象，可能在某些部分就是可能一些营养素必须要补充。郭长盛主任表示，老人的营养照顾在于提供均衡、健康、复变化且符合老年期营养需求的饮食。在课堂中讲解银发族正确饮食观，进而达到饮食养生、安享晚年的目标。钙质跟维生素来能够多摄取能够保持它在骨骼上的一个健康所以不要让它骨质疏松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老化也是一个银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饮食上面尤其是在食物里面，有一些像抗氧化、抗老化的食物，尤其是植物性的食物呢这个我们必须要多摄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课程落实在整个社区的长辈，让他们得到在日常生活中当中得到正确的饮食的一个知识跟习惯透过这样子的知识习惯的传递，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健康。新增里长郑国荣表示，期许透过课程让社区长者了解正确的饮食观念及方法，并且在生活中对周遭的亲友宣导，使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生活到老。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